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キョクです。じゃん！大家好啊，我哋嚟到第四个礼拜啦。咁今个礼拜我哋讲咩好呢？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去旅行呢？嗱，我就好中意去旅行啦。咁所以我哋不如今日就学下唔同国家嘅日文系点样讲啊？好，咁第一个啦，第一个咧就要讲大家最中意嘅日本啦。当然，日本嘅话咧系日本，日本。然后大家第二个好中意嘅地方咧，韩国咧就系韩国，韩国。第三个啦，我好近我哋香港嘅地方啦，就系呢个中国，中国，中国。咁咧又或者有啲人咧好中意去呢个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嘅时候咧，同埋买嘢好平嘅地方咧，就系呢一度啦，泰国，泰。又或者如果你好中意我咁好中意跳舞咧，咁你就一定要去呢个美国啦 ，America。然后下两个想讲嘅咧，就系大部分女仔都好中意嘅地方，因为佢哋好浪漫啦，又或者系好 lady 啊，好 elegant 嘅地方嚟嘅。第一个咧就系英国 ，Igilisu。第二个咧就系法国 ，France。好，然后下两个想讲嘅咧，就系我平时同男朋友睇波嘅时候咧会睇到噶。第一队咧就系德国队啦，德国系 Deutsch。然后呢一队巴西咧就系做 Brazil。好，然后最后呢个咧，咁我哋系香港人嚟噶嘛，咁当然要学识讲我哋自己嘅地方啦。香港咧系读 Hong Kong。好，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嘅国家啦，同埋地方名啦。咁咧，听日我哋会讲一讲咧，点样加呢一啲国家喺前边，然之后变成一个新嘅名词噶。咁我哋听日喺绘画篇嘅时候再见啦，就冇得你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嘅话，请你帮手订阅我嘅频道啦。左右两边咧系推荐嘅 video， 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噶。仲有可以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， 嗰度会有更加多日本嘅资讯噶。就冇得你，拜拜。